先放去冰箱冷冻，然后我们等一下11点多12点的时候再见哦。我就是会去到那边他的家楼下，然后叫他弟弟来走，来带我上去。带我上去了过后，我就跟 Sammy 讲，是你的啦，再来带我。然后他下去带我的时候呢，我就趁机在他的房间去布置气球、红花和蛋糕。然后他一回来就 surprise， 我的计划真的是太完美了，希望不会有任何差错，希望他肯再带我。如果他叫他爸爸再带我。OK， 就这样。好热，我们已经到他家了，只是一分钟的路程。然后现在就等他弟弟来带我们上去，偷偷的。Hi， Steph 弟，他在房间。哦，还有喂，这个是 Steph 的冰箱，空空如也。现在我们躲进 Steffy 弟弟的房间，这个房间里面这朵花第二美。然后这些就是简单的搭配啦。这个蜡烛，无论还有那个cake上，那个cake要放哪里，宝宝？差一点，差一点。你太这个这个，你看这个是我love 的，这个是我亲手做的，然后我有拍一个影片，而且青翠，就是那天做的那个。先许愿还是什么吗？是 strawberry， 因为 Ellen 讲你喜欢 strawberry cheesecake。你画的花是谁送的？这个花不是 Ellen， 是我。他第一反应是说，我没有了。来过来过点过有那个你这个花你这样子放它会漏水，我跟你讲你们很破功，我就在想为什么狗一直叫一定是有人，我就可是我又很怕你在楼下，我就赶快下去，可是我上来就知道了。对啊，我们要 plan 一点点，差一秒的时间不知道，不怪得我以为你放我飞机，我还很伤心说哎，你不用来了，我自己拍了，我就是故意放你一个飞机，真的本来都要来的，我就假假放。哎，刚好那个蜡烛
都讲出来，一个勾手指一个嘛。手两个再一个。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最重要。还有，谢谢我的宝贝，今天是我的，你打开。谢谢你，我一个吃吧。要吃吗？要。你看，你有这个可以拍照哦。我都拍完了咯，我最孤单了，我刚刚一个人拍生日照片啊。我陪你过，因为 MCO 的生日太孤单了。没事，我其实还好。OK， 那我们就拍照吧。哦，我有带一个靴子给你。也太夸张了吧！你看，就是那种公主会穿的靴，生日。就是不同人会介意，因为我是知道我平时没有这样子的衣服，就带了。不然等一下我要拍照的时候，我没有美丽的裙子怎么办？然后我就带了。你看他，哎，我的 lens case， 我的 lens case， 妮妮，我的 lens case， 很能抓他的，你先搞定他先。妮妮这边，我在这里，抓到你了。你看他嘴巴咬住我带的 lens case 来哦。好 real， 那你们藏在哪里哦？藏在你弟弟房间。然后你知道这个哦，下午已经放，你出去的时候哦，就放在家了。对，放在弟弟房间。你怎样联络他？你们是还没？从 Aaron 那里拿的电话。Oh my god！ 叮，完美，除了鞋子太笨了，鞋子。Oh my god！ 你看哪里找这么好的朋友？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而且还这样大方。我自己都不会为自己准备这种。我们是不会为自己准备啊，都是朋友为我们准备啊。对啊，就是。可是我一定会为自己准备的，我是那种哦。很有仪式感。我会自己准备气球那些，因为我为了要拍照。有啊。你不好意思吗？这是我想说的，是我人生中最多的一期求的生日。What？ 真的。Alan 听到吗 ？Alan？ 没有啊 ，Alan 我才刚一年嘛，也没有过过生日。喂，妹妹。是吗？应该是。耶、yeah, ，报告一下。我跟你一年，你就有很多气球了。哦 ，Steffi 打扮好了，也过得太有仪式感了吧？好，我们给镜，开话题，我们给我们的主角多一点镜头。哇，来，我们看主角补个美妆。他刚好有拍照，所以他有化妆。就是你不可以在一个人素颜的时候给他惊喜，因为这个是一辈子的遗憾，知道吗？你这样找我化妆，你知道我会拍照吗？哎，咪咪啊，咪咪。Alan 听到吗？他要很多气球。我没有要很多气球，我觉得没有。今年有这个就够了。对啊，今年秋文给我就好了，然后明年 Alan 再给我了。嗯。Alan 今年不要给你，还是给不了，因为今年他不能在你身边。对啊。所以我的好闺蜜就来陪伴。Steffi 太可怜了，已经很多天没有见到了 Alan， 然后也希望过生日。但讲到可怜，我要往好的方面想，不要这么负面。但是有了我就不可怜了。还好 Steffi 有住这边，我们可以走过来。不然如果我不在住这边，你应该就不会来。没有，因为等一下人家讲你怎么特地跑出去嘛，我至少是走路一分钟就到了，就还好。你要不要讲一句话？切吧。就是这两个。我人生中第二个求婚的蛋糕。我给过你蛋糕吗？是 Oreo 哈 ，Oreo 的那个。切，那个。那个也是，这个只有你有哦。哦，这个是 especially for you。这样好的朋友去哪里找呢？你要吃它下面的，它下面那个好硬，因为它是
苏念苏巴拉西苏高伊呢苏巴拉西呢冷的时候超好吃，嗯，冷的很好喝。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耶！又长大一岁了，今年十八，昨上一年十七，对对对。对，谢谢你给我的惊喜。嗯，这只狗也很开心。爸爸。嗯？还好，不会。生日快乐！谢谢。希望你们看得到全部人嘛。看得到，看到。看不到我，我看到我的 baby， Oh my god！ 你现在才看到，这个是他为你主持，哪有的？我们大概唱过了，我们来三二一啊 ，try 看啊，看能不能一次来三二一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Steppy，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Steffi.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真的跟那个照片一样的嘞 ，Ellen 画的。Ellen 那个蛋糕你画的？谢谢，就是跟那个照片一样。Ellen 特地订过来的。好啦，那么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也祝福这个小仙女生日快乐哦！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你们的祝福。不要这么近，我现在有点丑，所以我不要看。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分享、订阅、按赞哦，还有订阅 Steffi。谢谢大家，你们也可以subscribe 他。我们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因为我输了。我觉得请他吃甜品，对，我在等你。我们MC2姐夫跟我们再去拿土耳其那个很贵又很好吃的甜品。好啦，拜拜，谢谢，来最后一个拥抱。哇，好瘦哦，瘦了，腰很。